我是马鲁安，我在嵊州，我在绍兴，我在嵊州最厉害的商场，我在这边逛街，准备啊去这里面买点东西，顺便给你们拍下这边大概是什么情况。走，这就是嵊州最厉害的商场，吴越广场，非常厉害，非常繁华。哇，准备进去买点东西，看哪里进去。最近这个天气好像比较热，我准备啊去买件短袖穿一下。走，往这里进去。这里能进去吗？这里好像可以进去了。走，进来了。这边啊牌子很多，我准备去找一下那个优衣库，因为啊优衣库比较便宜。走，往前走去找一下优衣库在哪里。这个其他的东西啊感觉价格不是很合理。走，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商场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一般地方呀没有这么大的商场，只有来嵊州的市中心你才能找到这种规格的商场。走，找呀，去哪里买短袖？好像就在前方，就在小火车钻进去的地方。走，去买一下。走，精选6-8折。这火车啊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。找到了，39块钱，这就是要买的。买完了2件，80块钱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我准备溜了，因为我的车啊就停在这个路边，我再不溜啊可能被抄牌了。溜了溜了，车啊没有被抄牌，我要溜了。